这个酱。我把这米饭敲了，给里面少来一点盐，黑芝麻，这是我炒熟的芝麻，再来一点香油。这个该和媳妇学做饭，都是外行的。搅拌均匀，现在搅搅哈，手还发的，这样把手套戴上，拿手套搅，得搅匀才能行。弄完这是吧？揉面的技术用于揉米饭。你这揉和这还把这米浆和上揉吃了的碗。海苔吗？紫菜，紫菜吗？海苔。这别给我还吃的呀，这样。你不不行。对，火花的，再放一个火腿。这火腿和肠子刚好。嗯，然后玉米豆，玉米豆给撒撒。对，我这放多少？哎呦，算我爱吃的多放的，自己吃的干什么？看我这计时，嗯。对，很紧，对，这块叫最紧，对，往前用，对，这些麻辣酱，这些酸菜，再自己做一酸菜，对，再给大人做一个，吃吗？吃啊！你这做的是什么啊？海苔卷米饭，紫菜包饭。你妈妈说这三辈奶奶还都认不动，我爱吃，你妈妈就爱做。奶奶。嗯。真好吃，那我都吃好些。